你的游戏从哪边开始？哪一边？哦，第一格是哪一个？啊，第一格就掉进洞里了。嗯，然后嘞？你要拿好啊，不然大家看不到啊。那个是什么？啊？让鳄鱼洗澡的地方。嗯，还有嘞？那个会掉到地洞里面。然后嘞？你不要拿那么高，你拿那么高，大家都看不到你的东西呀。然后嘞？那会跌倒，踩到那个会跌倒是吗？哦，然后嘞？你要拉下来，我们才看得到。掉到水里面去洗澡。哦，然后咧，走到那里会被吃到。你可以把你的作品给大家看吗？哦，那里可以过桥。然后咧，你的冰棒棍那个是做什么事什么的啊？啊，走走，走走的，然后嘞，那你另外一个嘞，另外一个弯弯的那是什么东西？对啊，你现在摸的那个，走桥的，哦，走桥的，然后嘞，那你贴的那个一半一半的那个贴纸，半圆的那个贴纸是要做什么的？啊！啊！每个都掉地洞里，那么多地洞。还有吗？